虽然男神被换成了热场嘉宾，但只要是他演出，我就很开心。哎，你怎么把自己发配到这儿了？这不听说今晚那位可能会来吗？这么大的料，只能我自己上。哎，不过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？你看这江南，现在都沦为给新人热场了。这是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啊！谁说不是呢？再说他那歌早过时了，还好意思唱？现在行业寒冬，广告商都盯着流量看。你年纪不小了，又没有流量支撑，咱现在真的不是任性的时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南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《岛屿》。去后台找江南要签名。顾佳怡，他来干嘛？放开。江南，能看到你再次登台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佳怡，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到这儿来的呢？你们两个是不是要准备复合了？江南是我认识很久的老朋友，今天我来到这儿也是专门给他捧场的。而且我和他即将会在音乐上面有合作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江南，请把镜头移到他的身上吧。如果你不希望被别人关注的话，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台上。江南，你现在是什么感受？这是不是你们提前商量好的应援？放手！
橙子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情况？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。要不然平安不会的吧？他们俩什么关系？哎，这怎么走了？哎，别走啊！哎，南山，哎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都是些无事生非的人，我不想让他们拿我博眼球。这个声音，兄弟，能借我点纸吗？要不这样，我拿票跟你换。昨天在女厕所里的人，什么女厕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许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？嗯。难怪觉得声音好熟，我什么猪脑袋才反应过来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去上面再看看。你笑什么？我，你这捂得我都喘不过气了。我们不能在这干等着，得赶紧出去。我喝了酒，你会开车吗？会。那我们一起跑。